在影片开始之前，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工商时间。你是否曾想过末世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科技会进化成什么模样？是否有更先进的武器？还是外星人会来侵略我们呢？而这些幻想现在都可以在《星球重启》一探究竟。在游戏里，我们将会在末世中生存，拿着未来的军武对抗外星敌军，并且还要在酸雨、沙尘暴、危险孢子等等的严苛环境中活下来。而为了在强敌和严苛的环境中生存，我们还需要在被外星文明侵略过的地球收集素材和制作道具。地图采用开放世界 MMORPG 的游玩方式，让玩家可以自由自在探索每一块神秘的土地，重燃文明的火种，还有帅气的武装可以通过采集和升级进行制作，更可以变身超帅的战甲和邪恶的外星怪兽对抗，重新夺回我们的星球。无论是游戏画面、游戏性、故事性，都非常值得喜欢冒险的你来加入。现在要赶快下载次世代科幻 MMORPG 星球重启，无论是手机端还是电脑端，都可以互通游玩，一起在科幻末世探险吧。嗨，我是孙清源。在任何的创作领域之中，都一定存在着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以电影来说，就像是好莱坞商业大片与纪录片；以音乐来说，就像是 K-pop 与独立音乐。而漫画也不例外。漫画的主流显而易见的就是所谓的王道漫画。从当初有着 Jump 三本柱之称的 One Piece、Bleach、火影忍者，到近年来的《鬼灭之刃》、《我的英雄学院》、《咒术回战》等等，都是遵循着少年漫画的叙事模式。当然，所谓的主流就是依循大众的口味，呈现大多数读者喜爱的内容。不过非主流难道就不能受欢迎吗？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漫画家可以说是非主流界的霸主。他的作品包含了心理学、犯罪学、历史、科幻等题材，而内容几乎都是人性的剖析及社会议题等探讨。光是看这个题材似乎就让人一点兴趣也没有，好像也完全不会畅销。但如果你们这么想，那就太天真了。这位漫画家创作的八部长篇漫画连载通通全部都是货真价实的畅销之作。他的作品并非《鬼灭之刃》那种肉眼轻易可见的惊涛骇浪，而是如海平面之下有如巨大洋流一般的暗潮汹涌。不但多次获颁各种漫画大奖，更是唯一一个两次获得手冢治虫文化奖大奖的得主。这名漫画家就是浦泽直树。今天我们来说说他的故事。东京都的府中市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有着众多诸如医院、政府单位的公共机关，被评价为东京都内生活真实感第一名的城市。1960年1月2日，这里诞生了一名男孩，他的名字叫做浦泽直树。浦泽直树从出生开始，他的父母感情就相当不好，他与大他4岁的哥哥也因为父母不和的原因，最后住进了爷爷奶奶家。而浦泽与一般小朋友不一样，他完全没上过幼稚园，母亲每天都忙碌于绘制设计图的工作，父亲虽然无业，但却是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所以也总是不在家。因此在上小学前的那段期间，浦泽都是由爷爷奶奶们照顾，并且因为担心他发生意外，也不让他出门玩，于是浦泽只能宅在家里与爷爷奶奶作伴。而这种近似幽静的状态下，才5岁却相当早熟的浦泽，为了避免给大人造成麻烦，不但锻炼出无声走路的技术，也总是保持着不吵不闹的乖宝宝模式，无聊就趴在小矮桌上画画，不然就是跟镜子里的自己聊天。而除了画画外，浦泽也培养出了看漫画的兴趣。由于父亲偶尔会买漫画回来，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便接触了手冢治虫的作品，例如《原子小金刚》以及《森林大地》等等。万分崇拜手冢的他，更开始临摹手冢的作品。4岁的时候，甚至还会在自己画的草图下方写上“手冢治虫”4个字当作签名。然而，真正冲击到他幼小心灵的，是在5岁时读到了《原子小金刚》的外传作品《地上最大机器人》。其实当时还不太懂事，但依然被其中的内容深深震撼，不以二分法区别善恶的价值观，大大影响了他的思考模式，让他更加投入在画画的世界之中。进入小学后，浦泽开始更进一步分析手冢的创作方式，不单只是针对图像，而是去思考其中构图的细节，例如影子的形状大小及深浅浓淡。他发现单单透过太阳所照映出的影子位置，就能让人感受到四季的不同，颜色越是浓厚，也越能让人感受出夏天的氛围。而这份对于画画的执着以及日积月累的努力，也让他的天赋得以提早发芽。当同龄人还在画火柴人时，年仅7岁左右的浦泽早已展现出惊人的绘画技术。在小学2年级时，他创作了首次精心设计长达60页的长篇漫画《古代山脉》。因为受到当时电视上播放的黑色电影影响，这篇漫画有着相当黑暗的剧情，也因为是这种潮灵的故事，所以大他几岁的哥哥成为了他当时最主要的读者。尽管只是处女作，但不论是出众的画工、分镜的布局，还是角色的对白、故事的完整度，都大大超越了一名小学2年级生所具备的水准。浦泽老师，你其实是穿越回来。
升上三年级的浦泽也开始担任起班长的职务，并且在校刊上开始连载起四个漫画。有趣的是，由于浦泽没有上过幼稚园，自然也没有体验过团体生活，所以在当初一年级刚入学时，真的是让他大惊失色，对于身旁同学不受控的大吼大叫感到非常受不了，甚至在内心崩溃，小孩子真是有够吵。为了不要被当成异类，浦泽也只能一边观察一边学习其他人的做法。如果说之前是配合大人，那现在则是配合小孩子。在第一次上美劳课时，为了不要太显眼，他甚至还配合大家的水平，故意把人脸画得比较粗糙。然而因为跟其他人的步调不一样，所以让浦泽被孩子王盯上，对他做了许多霸凌行为，例如把他的帽子抢走扔进水沟之类的。而遭遇到这种事情，通常有几种应对方法。第一种，告诉老师或家长；第二种，忍气吞声撑到毕业；第三种，上网自学，无痛挨揍。以上的方法通通不是浦泽的选项。早熟的浦泽了解到这样下去学校生活真的会毁灭，于是身为一名创作者的他发挥了他的专长，画了几篇自己创作的漫画送给了班上几个比较受欢迎或是人缘好的同学看，也跟这些人成为了朋友。从此之后便再也没有人会欺负他。由此可看见，浦泽在小小年纪时就有着比别人更多洞察与观察的能力。1973年浦泽直树小学毕业，升上了国中，这时他阅读到了一本改变他人生的作品，那就是手冢治虫的《火之鸟》。这部作品探讨了生与死的议题，故事舞台之广，时间跨度之大，让人难以想象，其中蕴含的思考更是彻底改变了他的漫画观，再次让他了解到漫画家光靠一支笔就能创造世界的本事，甚至还让他说出了这一天就是改变我命运的日子，让他更加沉浸于漫画的世界中。然而热爱漫画的他理所当然应该要加入漫画研究社，但除了画画之外，国中时期的浦泽还有另外一个兴趣，那就是音乐。受到日本创作歌手吉田拓郎的影响，浦泽开始对摇滚音乐产生了热情，并且认真钻研美国创作歌手巴布迪伦的作品，更加入了学校的轻音社，一头栽进了吉他的练习中。而这音乐一玩就是从国中一路玩到了大学，甚至曾考虑过要与乐团成员们一起努力奋斗。不过某次看了学长们专业的演出后，才让他深刻理解自己的肤浅与实力不足，不希望未来待在一个三流乐团混吃等死苟且度日的他，果断放弃了自己的乐团，并且认真考虑起自己未来的出路。也幸好这段期间，不管浦泽吉他弹得多累，练团练得多晚，他都会利用空闲的时间画漫画，所以撇除掉音乐后，剩下的未来选项当然就是非漫画莫属了。但其实当时浦泽根本不打算要成为漫画家，原因非常有趣，那就是浦泽回忆起自己人生所看过的漫画，发现自己所中意的作品几乎都不热卖也没人气，如此一来，即使自己成为漫画家的话，大概也很难过上衣食无缺的悠闲生活吧。最后在经过取舍之后，浦泽退而求其次的决定将漫画编辑作为了目标。时间来到1982年，浦泽参加了小学馆的编辑面试，为了帮自己的履历加分，浦泽还带了自己之前创作的原稿 return 在面试的时候提供给面试方参阅，结果面试人员在看了他的漫画之后，你去投稿新人上吧。是的，本来是来应征编辑的浦泽，最后竟然被劝说将漫画投稿去了新人上，而且居然还得奖了。当时他获得了第9回小学馆新人漫画大赏一般部门的入选赏，而这件事情也让浦泽重新思考了一番。在思考过后，他下定决心给自己1年时间，以成为漫画家为目标去努力。若是无法做出成果，无法让才能发芽，那就果断放弃漫画家这条路。于是，在经历了短暂的助手生活后，浦泽成功在1983年以单篇漫画《Beta》成功出道，并在隔年1984年以《跳舞警官》展开了初次的连载。虽然不久后便结束了连载，但他依然也达成了当初设立的目标。他也认为这条漫画之路能够走下去。然而当时他还不知道，他的下一部作品就要开启属于他的大畅销时代。这部作品就是《终极佣兵》。终极佣兵为工藤和也担任原作，浦泽直树负责作画的军事漫画，于1985年在 Becoming Original 上开始连载，讲述了纵横全球战场的佣兵杰特豪士在隐退之后成为了民间军事顾问组织 CMA 的战斗讲师，在各式各样的委托中结识了不同身份的人们，教导他们战场生存之道的故事，不但深入描写了战乱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也呈现出了战争的残酷，人性的真实。本作的创作背景正好是两伊战争的爆发期间，也处于冷战
所造成的混乱局势中。在如此怒涛般的情势中，这部连载可说是相当符合时事。而以军事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个时期大多是像《第一滴血》或《魔鬼司令》这种一人军队面临全家的类型，但是本作说故事的方式却完全不同。主角杰特豪士不但是在越南战争中活跃的原军人，更拥有着从事佣兵的专业经历，但剧情上却不强调他多强多无双，而是如何把自身的经验与技能教导给不习惯战斗的普通人，让他们能从黑手党或帮派手中保护自己。值得一提的是，本作有着相当精密且严谨的军事考据。当年毕竟是一个网络还不普及的时代，搜集资料不但非常费事，甚至好不容易整理好资料后才发现资讯有误，所以某些军事漫画中登场的武器或兵器也经常会出现矛盾或错误。然而终极佣兵却在考证方面下了十足的功夫，例如在越战时期的六四式消音手枪、 MI24 磁入直升机的战斗模式，以及手榴弹异想天开的使用方法等等，可以说是相当疯狂的军事漫画。在剧情设计上更是融合相当多国外议题或社会问题，有着丰富的真实性与戏剧性。终极佣兵获得了读者普遍的支持，不过在连载终极佣兵的期间，因为只要负责作画的工作，所以并没有他想象的这么忙碌。觉得心有余力的普泽也产生了想要同时连载第二部作品的想法。在与编辑一来一往的讨论中，普泽创作了一部以女性为主的运动漫画，这部作品就是以柔克刚。以柔克刚为普泽直树所创作的运动漫画，于1986年在 Becoming Spirits 开始连载，描述了拥有柔道天赋的天才少女朱雄柔，虽然只想成为一名普通的女孩子，却也无法割舍与柔道之间的情分。在这样内心矛盾的拉扯之间，一边循序渐进地发挥这股力量，一边迈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故事。其实最初在构思题材时，普泽想创作的是医疗相关的故事，但责任编辑的反应却相当冷淡。在此之后，普泽与编辑花了许多时间讨论，最终普泽问编辑可以画女子柔道的题材吗，并补充说明如果当红的棒球漫画《巨人之心》是坚持不懈，一步一脚印，透过努力让才能开花的话，那我的以柔克刚则是主角一开始就是天才，强大的家伙从最初就是最强。编辑听完后也感到相当有趣，最终才促成了这部作品的诞生。而这部作品不但深受广大粉丝爱戴，更获得了第35回小学馆漫画赏的肯定。虽然是讲柔道的作品，但却与大多运动漫画不一样，即使在推动剧情的过程中依然保有清爽的氛围及喜剧的展开。值得一提的是，普泽在连载的最初完全没有打算把本作当成认真的运动漫画来创作，而是想以更加轻松的戏仿来调侃嘲讽致敬当时的运动漫画。然而随着连载的进行，却不知不觉改变了普泽的想法，变成了一部积极正面阳光轻松的作品。一想到在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动画肯定也会受到孩子们热烈的支持后，就觉得更不可以画出背叛读者期待的展开，更让普泽表示自己背负了相当不得了的东西呢。有趣的是，本作虽然是以女性为主角，但普泽其实完全不擅长画女性角色。基于时代的缘故，那个时候的女性角色大多是少女漫画中出现那种有着水汪汪大眼睛的女生，但普泽却打从心底感到非常排斥，甚至吐槽当时的偶像照片，例如从树后面探出头或是比出手枪的手势等等，都让他觉得俗到不能再俗。在参考了许多漫画家的画风后，最后他才抓到了他自己的风格，如果是写实的女生，自己就能够画得出来。本作于1989年改编为电视动画后，也在同年改编成真人版电影，并且透过了动画的宣传，让本作的知名度跟着水涨船高，更与当时活跃的柔道选手谷亮子引起了一股柔道的大热潮，甚至还让日本全国各地的国中及高中的柔道社都急速增加了大量的女性社员，也让柔道的竞技人数突然飞升，原本等同于没有的女性选手地区大赛也积极的开始举办，以此为契机，长久以来被视作男子竞技的柔道也一改之前的风气，让女性运动员有了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时间来到1988年，在连载以柔克刚的同时，终极佣兵结束连载，普泽直树也丝毫没有休息，立刻推出了下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便是危险调查员。危险调查员为普泽直树、胜路北新、长崎尚志担任脚本，普泽直树负责作画的学术悬疑漫画，于1988年在 Becoming Original 上开始连载，讲述了有日本人的父亲与英国人的母亲所生下的混血儿平贺七顿太一，拥有着3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作品以冷战前后的社会局势为背景，融合了考古学的元素，编织出一场深刻人性刻画的冒险故事。主角七顿的3个身份也相当有趣，第一个身份为大学讲师，为了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发表论文，而在日本的胡桃泽大学任教；第二个身份为前英国空降部队 SAS 的野外求生教官，曾经在福克兰战争以及伊朗大使馆包围战中大展身手，被称为传说中的大师；最后一个身份为大企业保险公司劳合社所聘请的保
保险调查员，为了一圆自己考古的梦想，赚取研究的经费，应付日常的生计，奇顿不得不当起了调查员，并在各式各样危险的委托中，凭借着过往的经验与技术，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屡战屡胜。本作也改编为电视动画，选取原作全144话中的一部分，以全24话的一话完结式进行放送，并在之后追加制作了15话。除了原作与改编动画，也推出了衍生创作，例如《奇顿动物记》以及《危险调查员 Remaster》等作品。时间来到1993年，在连载《危险调查员》的同时，《乙州课纲》也正式完结。这时候的浦泽脑中冒出了一个想法，他想要创作一部悬疑漫画。结果在听到浦泽的想法后，编辑部的高层人员全部跑去拜访浦泽，并且拜托他不要画悬疑漫画，拜托继续创作女子运动的作品。的确，编辑这么想也是合理的，因为《乙州课纲》可以说是大获成功，甚至造成了社会效应。在《乙州课纲》完结之时，寄来表示希望浦泽继续创作《乙州课纲二》的粉丝信更是多达了3大箱。而这时已经是畅销作家的浦泽，其实大可以双手一摊，强硬的说：“我就是想要画悬疑作品。”但浦泽认为漫画家与出版社其实是平等且互相需要的关系，于是最后他向编辑部再三确认，即使同样是运动漫画，也超越不了《乙州课纲》哦，这样也没关系吗？而在得到编辑部点头如捣蒜的回应后，最后诞生出了另一部运动漫画《网坛小魔女》。《网坛小魔女》为浦泽直树所创作的网球漫画，于1993年在 Big Comic Spirits 上开始连载，描述了父母双亡、独立照顾年幼弟弟及妹妹的女高中生海野心，某天因为哥哥事业失败跑路失踪，而被迫背负哥哥所欠下的高达2亿5000万日元的债款。为了偿还欠债，海野心不得不从高中退学，并下定决心成为职业选手，进军网球界的故事。最初在挑选运动种类时，浦泽其实想画的是身高超过180公分的女生打排球的恋爱喜剧，但因为排球的最终目标可能又会变成参加奥运赛事，为了与前作做出区别，才以赚钱为目的的职业运动员为灵感，决定要创作一部女子网球漫画。而本作虽然有推出过真人连续剧，不过却没有改编为电视动画，与前作相比也完全没有引起任何狂热的风潮。但浦泽依然认为，作为乙州课纲的对立面，网坛小魔女是一部有趣且破坏框架的作品，在自己已经开拓过名为女子运动的土地上，尽可能创作出读者未见过的风景。时间来到1994年，《危险调查员》结束连载，而早已摩拳擦掌的浦泽，这时终于能够如愿创作他心心念念的作品《悬疑漫画》，而这部漫画便成为了他有着高度评价的代表作之一，它便是《Monster》。《Monster》为浦泽直树创作的漫画，为日本首部的本格悬疑推理漫画，于1994年在《Becoming Original》上开始连载，描述了脑外科医师天马贤山无视院长的命令，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为一名叫做约翰的少年动手术。然而在多年以后，约翰却以怪物的身份重新出现，让得知真相的天马医生感到自责又愧疚，因而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负起责任，亲手了结约翰。 Monster 以德国及捷克作为舞台，探讨了相当多的议题，例如冤罪、医疗伦理、医院权力斗争、家庭的理想状态、儿童人权、心理创伤、冷战、柏林围墙倒塌前后的德国社会等等。本作不但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更奠定了浦泽直树人气作家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本作的灵感发想其实取材自美剧《法网恢恢》这部影集，讲述一名有着犯罪嫌疑的医生一边摆脱警察的追捕，一边寻找真凶的故事。为了跟影集做出区分，浦泽跟编辑讨论后，决定给彼此一些时间去思考，看看有哪些适合的职业可以当主角。结果隔周见面时，两人不约而同地说：“还是用医生好了。”如果有阅读原作的读者，可能会发现《Monster》中登场的角色都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脸孔，那是因为一般人可能觉得漫画在情感的表现上是简单且抽象的，但浦泽却认为人类的情绪非常复杂，脸孔的表情也会随时发生细微的改变。正因为一直试图去捕捉这些枝微末节的变化，正因为希望登场的每一个角色看起来都像主角，浦泽才能创造出具有深度且富有层次的角色。本作除了改编为电视动画，也推出了小说、绘本、原声带等衍生作品，更获得了第3回手冢治虫文化赏的漫画大赏奖，以及第46回小学馆漫画赏青年一般部门赏，至今累计销售量超过2000万本。 Monster 不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更收获了大批读者的支持，虽然在创作上让浦泽感到身心俱疲，但在被榨干后感到了无遗憾，非常满足。所以在1999年《网坛小魔女》结束连载，只剩下一部《Monster》连载的时候，浦泽原本是想要先好好休息一阵子，不要再开双刀流的。你要休息了吗？对，闭嘴。我想到新连载的灵感了。叮，
没错，结果在完结篇庆功宴结束后，回到家泡澡泡到一半的普泽，脑中突然出现一个诡异的声音：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迎接21世纪。普泽当时心中还想说：这傻鬼！而当时他没有想到，这个奇怪的声音竟然会变成自己生涯的代表作《20世纪少年》。20世纪少年为普泽直树创作的科学冒险漫画，于1999年在 Big Comic Spirits 上开始连载。故事以经济高度发展的1970年代日本为舞台。主角与伙伴们在游玩英雄扮家家酒时，写下了一本充满彼此幻想的语言之书。然而在多年后的1997年，随着20玩伴突如其来的意外，世界各地发生了异变，少年们才注意到语言之书中幻想的内容正一个一个实现，神秘角色朋友的登场更为世界带来了无可避免的巨大变革。20世纪少年虽然最开始创作时有大概的架构，但主角们的敌人到底是外星人还是巨大怪兽，其实普泽并没有确切的想法。这个编辑只是默默丢出一句：不应该是邪教组织吧，才让普泽灵光一闪，想到如果教主的名字叫做朋友的话应该很有趣吧，便开始进行创作。不过在刚开始作画的时候，由于时间太赶，所以普泽根本没有完整的构想。对于主要角色背后的故事、预言之书的内容、朋友的真实身份，都只是处在一个朦胧的阶段，完全是一个边画边想的状态。所以如果说 Monster 是一部严谨计算过后的产物，那20世纪少年就像是把整个玩具箱倒出来，得将自己的压箱宝统统拿出来的感觉。有趣的是，20世纪少年中某些部分都可以说是普泽的自传作品，例如主角顺手牵羊偷了徽章，害朋友被误会的桥段，都是作者普泽的忏悔。而主角在国中时闯入学校广播室，擅自播放自己喜欢的摇滚乐曲，也是普泽的亲身经历。另外，故事中登场的朋友则是取材自某次参加的国小同学会，那时有一名男性非常热情地向普泽搭话，但他怎么都想不起来对方是谁。其他同学也有跟他聊天，但之后所有人都说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一问之下，才发现那个人是其中一位女同学的老公。难怪没有人认识他。这种没有实体、不知姓名却自称朋友接近你的人，让普泽感到非常毛骨悚然，于是便把这段经验加到了故事中。本作曾获得为数众多的奖项，例如第48回小学馆漫画赏、第25回讲坛社漫画赏、第6回文化厅媒体艺术季优秀奖。单行本累计发行数突破3600万本，更在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安古莱姆国际漫画节获得了最优秀长篇漫画奖，甚至改编为真人电影版三部曲。而看到这里，你也会发现其实这么多年来，普泽直树都大约实行着两部作品同时连载的模式。在2001年 Monster 完结之后，普泽也推出了下一部连载新作，这是一部改编自手冢治虫作品的漫画，也是有着回归原点重要意义的作品。Pluto 冥王。 Pluto 冥王为普泽直树创作的科幻悬疑漫画，改编自手冢治虫的作品，源自小金刚的地上最大机器人篇章，于2003年在 Big Comic Original 上开始连载。故事以世界最优秀的七大机器人之一的刑警盖奇特为主角，描述他追查以摧毁七大机器人为目标的凶手，并在旅途的终点了解到活着的意义。而 Pluto 冥王在创作之前也发生过一段有趣的小插曲。事实上，普泽当初想画的作品并非原子小金刚，而是火之鸟。手冢治虫原本预计在2003年绘制火之鸟的现代片，同时呼应原子小金刚所诞生的2003年，只有让两部作品交叠来当成封笔之作。然而手冢治虫却在1989年因病过世，火之鸟的接续自然也没了下落。本来很期待的普泽相当失望，便灵机一动想到，不如他自己来画一个火之鸟的最终回吧。结果在完成草图并联络手冢制作公司后，对方完全没有任何回应。而2003年为了庆祝原子小金刚的诞生，手冢制作公司有意寻找其他漫画家来创作至今原子小金刚的作品，编辑也询问了普泽是否有这个意愿。但普泽认为，不论是什么版本，若是跟原版放在一起比较，那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除非有哪个漫画家有骨气的跳出来重画地上最大机器人这一篇章，那也许还有可看之处。结果听完之后，众人异口同声的回答：让你自己画不就好了。于是普泽便把草稿传到手冢制作公司。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手冢制作公司联络了普泽，邀请普泽跟手冢治虫的儿子手冢真一起吃顿饭，并且在相谈甚欢之际，被手冢真托付到Pluto 就麻烦你了，如果你能画出自己风格的版本那就可以。你以为普泽听到后会感到欣喜若狂吗？不，完全没有。本来只是抱着试试心态的他，对于突然有机会能改编童年圣经的超展开感到措手不及，压力大到直接冒出荨麻疹，甚至觉得手冢治虫会在天上看着自己说：
否则阿内美赛哦，让他光是想象就屁屁喘。但在经过了一遍遍的自我对话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压力来源其实源自于自己的期待。虽然在国一时读了火之鸟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但我可不能被国一的自己瞧不起啊。于是普泽将压力化为动力，拿起了画笔。由于 Pluto 登场的角色大多是缺乏表情或不带感情的机器人，所以在描绘故事时存在着无法画出表情的限制。不过即使机器人都是同一张脸，他也坚持不复制贴上，每一个都重新化，并且透过不同的表现手法来传达出更加浓厚的情绪。普泽补充道，没有表情的悲伤反而更显得悲伤，只要符合情境条件去搭配，即使是面无表情，读者也能感受到角色内在的情感。本作在登场后便获得了诸多漫画大奖，例如第九回手冢治虫文化赏漫画大奖，第41回新语赏漫画部门赏。不但被改编成舞台剧，真人版电影以及电视动画的筹备也正在持续进行中。时间来到2008年，在完结21世纪少年后，Pluto冥王也即将迈入结尾，而这时普泽也将要迈入50岁。基于身体状况的限制，他将作画的频率从周刊转换成月刊的模式。不过因为20世纪少年电影版三部曲的陆续公开，也让普泽完全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尽管如此，普泽仍然在斟酌过自己的情况后推出了下一部的新作品。这是一部有着近似火之鸟规模的作品，它便是比利蝙蝠。比利蝙蝠为普泽直树创作的悬疑漫画，于2008年在 Morning 上开始连载，也是普泽首次与讲谈社刊载的作品。描述美籍日裔的漫画家凯文山县创作了一部风靡全球的漫画比利蝙蝠，但某日却被告知曾在日本看过神似比利蝙蝠的图案。为了确认真伪，凯文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但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之中。故事里所登场的比利蝙蝠为神秘且真身不明的存在，不但在古今中外扮演了关键的幕后推手，更在干涉了人类历史的黑暗面，以善与恶、阴谋及背叛为主题，时间从西元前横跨到2001年，在来回跳跃的时空中带领读者一幕幕的接近真相。有趣的是，本作中出现了相当多知名的历史人物及重大历史事件，例如甘乃迪、爱因斯坦、希特勒等等，并且强调了比利蝙蝠对其所造成的影响，更采取了不同于我们所知的解释。为了在缺乏资料照片的情况下画出能说服读者的世界，普泽当然做了相当多的努力，在翻阅过文字资料、照片、看过电影及纪录片之后，再跟助手一起补出空白的部分。而本作虽然没有改编为电视动画，但却获得了许多的国外大奖，例如2012年卢卡漫画节最佳漫画大赏、意大利国际漫画赏最佳作品赏等等。在比利蝙蝠完结后，普泽也一直持续创作出新作品，例如以一册完结的梦印，以及2018年开始创作至今仍在连载中的朝阳剧场。而在长达40年的连载岁月里，也有许多读者表示，看完普泽直树的作品后总会有无法释怀的感觉。普泽曾自己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他的作品从来不会去评断对与错，也不会给出任何的标准答案。在普泽的好几部作品中，他只是单纯的描绘了一群人各自做了一些事情，让作者本身与所有登场角色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根据剧情的发展，读者视角的切换，好人坏人的立场也会随之交换，没有俗套的发展，没有非黑即白的观点，这便是普泽直树作品的醍醐味。在国中的毕业手册上，普泽直树曾经写道，10年后变成画漫画的人会很辛苦吧，但他最终还是成为了一名漫画家，即使年过半百也依然没有要放下画笔的打算。在被问到何时会退休时，普泽回应道，如果停止作画，那自己就只是个普通的老头而已，所以只要还有一个人想看我的作品，我就会继续画下去。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普泽直树老师哦，真的是一位很厉害的漫画家，他的作品哦非常有趣，在市场上一直有一种虽然非常有名，但却不会过于主流，且有着深度品味与格调的漫画。如果你没有看过普泽直树老师的作品，推荐你一定要去体验一下，也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拜拜。